由马可·关晓彤、张小龙、赵涵英子等主演的电视剧《极光之恋》即将于11月27日在湖南卫视播出。日前，该剧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，一众主创悉数亮相为该片宣传造势。有趣的是，一众主演们对自己饰演的角色守口如瓶，然而细心的小编我还是从大家的叙述中窥探到一二。他这个角色就是一个特别励志，然后特别积极乐观的一个人物，然后他说一句话，就是说我要让中国人站在世界的舞台上。好，我打住了，反正接下来的剧情就围绕了这一点，然后一直，最后他站没站在呢？就大家看电视剧吧。这不就是练习生吗？感觉关晓彤饰演的角色似乎在讲述男友鹿晗的经历呢，这也是莫名的巧合了。话说回来，既然是练习生，唱歌跳舞什么的应该很厉害了吧。哎呦喂，关晓彤扭秧歌，马可花式比心，小编我真要笑坏了，严重怀疑你们作为练习生的实力哦。这个音乐是我们戏里面我们要考核的音乐，考这个舞蹈，我们当时都是真的有练过，有跳，到时候大家看就能看到。对，他们真的，因为已经过去一年了，真的是记不住了，真记不住了。对，我只能记住抬头这一个动作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小编我就暂且原谅你们了。那啥，小编有个良心的建议，关晓彤可以好好的跟男友鹿晗学学跳舞啦。